第一次。今天什么主题？我看，哦，这看起来应该是救生员喽。救生员，好不好？带过蛙镜，带蛙镜。等下没有鱼就直接跳下去了，没有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千万不要做那么傻的事情。哎，怎么后面好像还有一个很眼熟的人啊？那里因为老师之前在这边有涉猎，所以老师有略懂一下。那这边的话，今天的目标鱼其实算是应该泰国鱼。那泰国鱼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难度，虽然它的门槛比较低嘛。它算门槛算低吗？它算还可以的，还可以，适中适中。对。老师，那今天如果说以低门槛要让就是享受钓鱼的这种乐趣的话，我们应该会是设定在什么比较简单？抠筹啊，会比较简单。抠筹啊，还有一些极力、极力、捕鱼腰、取腰，对，这三大类。好，没关系。那我的目标的话就设定在取腰好了。OK， 设定在取腰。那我们今天加油。今天加油。今天一样，就是选择的话一样。这个算是路亚竿的。鲈鱼竿，鲈鱼竿 UL， 鲈鱼竿，用汤匙或者是 VIB 都可以。泰国里，泰国里，泰国里。看来为了让泰国里就是感受到辈分的亲切，所以我只好又靠出了大绝招。萨瓦迪卡，布卡，看到是不是？希望。然后家乡的感觉，鱼况其实真的很好，真的可以来试试看。真的，这个你看这些鸟都吃饱饱，在那边等。很多人一开始就是，会认为说钓鱼的门槛是不是很高？所以我就是做这个系列的主题用意，就是告诉大家说，其实钓鱼门槛其实并不高，你有杆子，有卷线器，然后 OK。饵的部分呢，我们也不用用到活，不用活饵啦，然后等于说用假饵的部分，重复利用使用，对啊，好吧，我们去走一走。哎，这钓鱼之余还可以享受那种散步的快乐，如果有人陪你，还可以陪你聊聊天啊，散散步啊。分多金，我们换下一个地方。换点去。我们现在因为其实大湖公园这边哈也是有分禁钓区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就是比较合法的地方。抖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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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给我抖，来，轻轻松松。等下等下，这个叫做什么？抠筹啊！哇，好痛，好痛！这是挂哪边？正吃，正吃啊！好痛。真实，真实，抠筹啊！对，它也算是很好种的鱼，就对了。对，是路亚的好入门的鱼。抠筹啊！啊，这小须腰。哦，这是小须腰哦。小须腰。须腰是什么？小须腰，就是它的头。嗯。那头呢？它整个。哦，有个翘的，有个翘的。哦。我觉得这鱼有种很像。来试试。钓起来，通通钓起来。这样我们刚刚这样丢下去多久？来不到十分，不到十，你说丢下去吗？不到三十秒，不到三十秒，没有这么长嘛，大概十秒就有了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内湖区我知道其实还蛮多钓点的啦，那像他们说大湖、碧湖，应该还有一些吧。金龙湖算细子还是算内湖？算细子，算细子，但是也是离蛮近的，对。那其实，在内湖区的朋友，我觉得就是优先首选啦。内湖就大湖跟碧湖这两个可能会离大家比较近一点。我这次的话会选择路亚，如果喜欢晒晒太阳，像据我所知嘛，救生员皮肤没有是白的啦，对啦。那我也是最近晒蛮黑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，可能会再下一次的话。应该我们会挑战金湖好了，金龙湖，对。那我们就下次应该有一请老师来，对。那我们就这样子。来，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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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哇！哦好啦，
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